的视角，这片原本翠绿的山林一夜白头，冰封的雪白世界让人忍不住赞叹，太美了。林间像撒了糖霜，犹如北方国度冰雪世界。这瞬间停留在树梢的雾中，美得好梦幻。武林农场附近的思源崖口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雾中景观，非常的梦幻，像是冰雪奇缘里的冰雪世纪，一秒钟就到了欧洲。武林农场人员在寒流过后空拍下冰封世界，接近零度的气温，空气中的雪气慢慢在树梢凝结，冰霜累积成型，像羽毛纹路，正是风的线条。寒流带来低温，也出现了绝美景致。只是不管冰雪还是雾凇，都随着太阳露脸，温度上升，很快消融。这是雪山全谷的日出，远山映着朝霞，飘着雾气，地面上积了冰雪，山径上一层冰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，即使已经穿上了冰爪。山友分享雪山的现况，圈谷的山壁可以看到一些残雪。这次寒流过境，369山庄并未下雪，雪山大约在海拔3500以上有积雪。天气放晴，蓝天白云下，山间云海缭绕，地面点缀着雪白，景很美，但是也高处不胜寒。 TBS 新闻谢谷金、吴淑平，台中苗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